当初如果不是遇到劫匪了，他为了保护我跟孩子，他能做出那么冲动的事情吗？司徒，如果今天换作是我，我跟你遇到同样的事情，你怎么做？我也会一样啊，我第一时间保护你啊，怎么了？但李光和我不同啊。有什么不同啊？可是，你换个角度去想想吧。大哥，待会儿他来了，你就说你啥都干过，啥都会，听见没？啊，哎，那个是叫夜护是吧？对呀，夜护是从晚上7点到早上8点，全护是24小时的。好好，我记住了，记住了啊！哎，来了来了，来！我跟你说啊，记得砍价啊，就说你在曹姐那干过，听见没？哦，好好。哎，大头真有你的，早上刚跟你说，这就找人了。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李师傅。哎，李师傅，这位呢是我们的头郝姐郝美丽。啊，你好你好。我叫郝美丽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是护工经办的人。好好好。郝姐，她没问题，啥都干过，全会啊。你的情况啊，大桃在电话里都给我介绍了，你我放心的过。咱们这次这个客户呢，是个73岁的老头，得的是骨癌，手术以后一直在这个医院里养着，拉尿都得人管。就那老头啊，不就仗着他女儿有点钱吗？行，那个挺好的，只要有活干，我都乐意干。哎呀，真是个痛快人啊。那咱把合同签了吧，1个月2000啊。哎，大哥，你在那个曹姐那干是多少钱一个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曹志鹏曹姐那干，他是一个月给我好像2700吧啊。哦，2700啊，那咱签这份合同吧。全户一个月呢是2800块钱，第一个月交10%的这个管理费啊，来。好。妈回来了，妈，你快过来看看，看怎么样啊？做的什么呀？做的西餐呢？西餐？啊，是啊。我们想给你个惊喜来着，结果做砸了。怎么做砸了？那个牛排炸过火，它糊了。这个松萝汤呢，让我熬酸了。土豆炸硬了。沙拉酱让我拌甜了。不过还是很好看的，对，外观很好。嗯，怎么样？太甜了。不过啊，挺好的，啊，什么事儿啊都有第一次，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啊，可以尝试第二次、第三次啊，只要你们俩肯努力，那慢慢的肯定是越来越好嘛。老妈，你要是不嫌弃，以后我们可就多搞点新花样了啊。行。妈，我觉得你变了。妈怎么变了？你变得愿意鼓励我们了，我还怕你回来说我们呢，没想到你这么鼓励我。那我就再鼓励一下，再尝一个。哎呦，多难吃啊！哎呦，你干嘛去啊？你不是说老妈要鼓励你们吗？啊。来，300块钱拿回去，你们俩呢做厨房基金用。那个我先收下了啊。什么呀？你交给妹妹？让我捂热乎一会儿再交给她。佳佳，咱们有厨房基金了。老妈万岁！鼓啦！妈妈，牛奶的这箱子，哎呦妈，用这个这样插着。妈，这个太危险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慢点慢点，奶奶。好不好吃啊？师傅做的贴饼可好吃了，师傅做的好。这不是贴饼子，这是牛排，你孙子跟孙女做的。佳佳，你煎的这个牛排太硬了。奶奶都夸我了，你那个土豆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嘘，
妈，你不爱吃就先别吃了，吃点这个，尝尝这个是甜的。尝尝。好吃。师傅就像田螺姑娘，做饭的时候来了，做完了走了，她真好。哎，妈，那个老李这回不回来了吧？不回来了。啊，你们俩呀，从现在开始把这个学习呀赶紧抓上去啊，多努力一下。你司徒叔叔说了，说他已经跟那个吴老师还有吴依依说好了，他们会关照你们俩的。妈，其实谁关照我们都无所谓，这个考试呢是要凭自己的实力。不过呀，我真心觉得司徒叔叔很有实力，你看他请了这么多名师给我补课呢。可是他在吴老师那儿不就碰壁了？吴老师那是个特例，天下有几个吴老师啊？那李叔就更是个特例，还没有人能把吴老师搞定的。李叔真牛。哎妈，你快看佳佳，他又是活生生的被老李给迷惑了。那你就是被司徒给迷惑了。我就是被司徒叔叔给迷惑了，怎么着吧？我就是喜欢司徒叔叔，不行啊？那我就是喜欢李叔叔，有意见吗？行了，闭嘴吧，赶紧吃东西。你看你们俩做的，妈妈使劲使劲的给这都切不开。真嫌弃。那不行，嘴闭着了怎么吃东西呀？嘴闭上这么吃啊？慢点啊。好姐来了，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拿。我给你拿了，没事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韩叔。韩叔。韩叔，韩叔，韩叔，您身体好点了吗？郝老板，你的家政公司咋怎么样呢？啊，这派了一个护工来不行。又派一个来，还是不行。你想，你派了多少个来了？啊，有一个行的吗？这回你又派谁来了？韩叔啊，您就放心吧。这回啊，我给您找的人是他，他做过，人特别的好，是我们公司的金牌护工。您就放心吧啊，您看行吗？金牌护工啊！我说不上来，让我儿子过来说吧。哎，好。能是个铁牌就不错。哎，韩姐，韩总，您来了。谢谢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是来晚了。我一听说你给我们找了一个人，哎呀，我就往这干，往这赶。来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李宽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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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才啊，刚给您父亲说过，这是我们公司的金牌员工，特别有责任心，人也脾气特别好，您看行吗？好，咱们进一步说好吗？好，好，我先进。来，你坐。不，我不坐，你坐。来吧，啊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
你走，你走。啊！刚才呀、啊，在老爷子跟前啊，我不好意思说什么。我主要是提醒你一下，我父亲呢生病之后啊，脾气变得是特别不好。如果他说什么呢，你不要往心里去，他因为是疼才发脾气的。啊，这个我能理解，本身他这个人长辈，他又有病，他怎么说都没关系。好，你就记着，常帮他翻翻身，别让长褥疮。好的，好的，好吧。嗯，另外，哎，你吃的东西啊，一日三餐，跟我爸爸一样，由保姆来送，你就不用在这儿买了。哦，这条件还挺好的。关于我父亲的脾气问题，你一定不要往心里去。发现什么事情，不管是怎么样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他脾气确实不好。我可以把那个我的名片给你。有什么事呢？你24小时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好好好好。韩总，咱进一步说话。好。啊，那行，你先坐。好好好，先坐。好。大哥，我就在您旁边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啊，你叫我就是了。好好，真的谢谢你啊，谢谢。谢什么呀？说不定以后还有麻烦你的时候呢。是是。佳佳，这样那个，我就不去了，你自己去吧。啊，怕人讨厌吧？我理解，那我先去了。行，那个什么，我在这儿等你啊，有事你找我。我能有什么事啊？行了行了，去吧。拜拜。哎。司徒总，哎，王总，今天这么闲在，这不送佳佳来补课来了。哦，是吴志洲老师的课吗？是啊，那就不是了，你怎么还得看着？不是看着，这监护，这不丁姐把这两个孩子监护权给我了吗？现在孩子事儿啊也不好干，闹不好就是费力不讨好。可不是呗，就拿吴老师这事说吧，你说我费了这么多心思，结果呢，这不还是这样吗？那说明你劲儿没使对地方。你看人家宽子多机灵啊，人家用的是4两拨千斤。哎呀，他那小子弄的是什么呢？哪歪门邪道的事儿？哎，对了，马老，这李宽还在你这混饭呢？走了。哎，我也找不着他。我跟你说，他这种人就应该是这种下场。哎，说什么呢？哪一种人啊？他这种人怎么了？这种人就不能活？不是你就比他优越吗？喂，马总，你别发火啊！你这干嘛这是？什么不发火啊？你说什么话呢？马总，您电话。我告诉你，注意点啊！哎，我说什么了这是？差点忘了，你俩是一路人。对对对，哎，啊，咱们开饭了，开饭了，看看都给你做的什么好吃的啊！怎么了？敬物要敬礼。说话前要叫首长，这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啊，这地方习气你就是改不了啊！啊，是大爷啊，不，首长，我错了，是首长，咱们看看炊事班给首长做的什么伙食。嗯，这样说行了吧？好，咱们看看啊。首长做的什么啊？米饭，首长说是顿顿都不能离米饭。
别，土豆烧豆角，你老喜欢的。小鸡炖蘑菇，啊，首长还满意吧？啊，都你老喜欢吃的。哎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这怎么了？不是，你别踏，别踏我。开什么玩笑？啊啊！我在炊事班。好汉，我这就能烫着了。首长，咱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你别别。山海，给我立正！看你这个样子，啊，熊样，这是立正啊？啊？脚要分开。啊嗨。标准了吗？我练过，这还差不多啊，嗯，挺好。你老轻点哈，你老慢点，你老慢点，慢点，慢。怎么了，老叔啊？要吃甲鱼汤。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要喝玉米糊糊吗？哎，你听我说啊，那老首长，大爷，你看你这个伤口哈，也是跟才动完手术不久，这喝甲鱼汤啊，这伤口愈合得快，玉米糊糊慢，玉米糊糊啊，这效果没这个好，咱得恢复好了，咱再喝玉米糊糊，行吗？是你懂还是我懂啊？啊，你是首长还是我是首长啊？啊，那请首长指示。嗯，我在炊事班干过。嗯，行，这样下午啊，一定要搞这玉米糊糊。你要搞不来，我让我儿子扣你工资。是首长，那行，咱下午就搞。咱先稍微喝点好吧，咱先吃点饭好吧。然后下午喝玉米糊糊。来，老首长，这是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来。那就洗洗，啊不是大爷，咱不是今天早上才戴上的吗？昨天晚上都清洗干净了。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啊，叫你洗就去洗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这脏手，就哎，哎呀，不是这用纸垫着，去洗洗。哦，对不起，拿纸巾。哦，错了，好，消毒液。哦哦，好好，怎么搞？都洗好了。哎，慢一点。哎呀，这饭都凉了，赶紧吃。哎，吃吧。怎么了？哎呦，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呦，怎么了？我憋不住了。哦，大的小的，大的小的。啊，小的。哦，小的。来。没了。好像没了。敲屁股，来，哎，来，再坐实点。
么憋回去了。哦，又憋回去了。喂，老头儿，你怎么变着花样欺负新来的啊？刚哥，你让开，我来给他接。来，大的小的都行，要不我帮你啊？来，不行，他是我的兵，他对首长忠诚，我不要你。什么首长啊？你不就当过几天兵吗？首长是你这辈子的梦吧？瞎说，就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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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。康哥，我有事先忙去了 啊，有什么事叫我啊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别闹了你。别给老人家，快你去忙吧，谢谢你谢谢，快忙去吧。来，哎呦，首长又怎么了？哎呀，爷爷，怎么了？我疼啊！疼啊！哎，对，等会儿，那我去叫护士，你别急啊！回来！点铃！什么铃？按电铃。按铃？有铃。按铃。哪个铃啊？铃在哪儿了？哎呀，那个电线，有电线的就是。有电线的。哦，这有个线，是这个线吗？哎。这儿，这一位，那护士台上的护士就知道了。哎，哦，真笨的，真是。哎呦，那这挺先进的哈，这省不少事，省得跑腿了。当然了，见的话说的话，哎，你这个当兵的怎么就不知道呢？是，我一定学习，首长，一定学习。哎呀，你护士还不来啊？别去叫，我叫他别来了。怎么了？我腿好了啊！我要吃饭。哦，那行，那我那叫护士别来了哈。那我给你说一声啊。好。你只要好好学，今后考试这个没问题的。谢谢老师。吴老师再见。再见啊。叔叔，我们走吧。走，完事了。嗯。哎，吴老师。哎，吴老师您好。您留步。哎，您好。哎呦，吴老师您辛苦了。你就是那个无理取闹的家长吧？对，我是司徒汉，上次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再提了。这个都是为了孩子，我原谅你了。哎呀，谢。哎，吴老师，是这样，我有一个不幸之求。什么不幸之求啊？能不能给你照个相片呢？不，我从来不和家长合影，这个以免这个照片啊到处散播。哎呀，吴老师，你听我说哈，我真没有到处散播的意思，就是我特别的崇拜你啊，就照一张啊，佳。哎，不，这样，哎，你先拿。这样，哎，你要是崇拜我，你就尊重我，不要勉强我。我对不对？特别尊重你，咱们就在这儿照。吴老师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吴老师，你干什么你？你这不是强迫我吗？你这不是？我这不是强迫，你就照张相而已嘛。吴老师，你看呢？司徒叔叔，你别这样，老师不愿意照。没事，来，你叔叔，咱们在这位置，你看，他是你叔叔。吴老师，照一张。你是他叔叔，对，我现在是他叔叔，马上就是他父亲了。那个姓李的呢？他是我们家小时工，被我开除了。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说李叔啊？哼，我已经糊涂了，我好像进了你们的一个骗局。哎，吴老师，您误会了，这不是骗局，真的不是骗局。够了，不要再把我当猴耍了，好不好？今后这个课啊。我不上了。哎，吴老师，你真是成事不足，办事有余。给你。哎，佳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就照个相而已。
回来了。妈，今天真的是气死我了。怎么了？就是你最亲爱的司徒先生，他气死我了。怎么了？你们俩闹别扭了？是他跟我闹别扭。为什么呀？今天我下课跟吴老师一块儿出来，司徒叔叔看见吴老师就非要合影不可，然后吴老师就没答应，因为怕家长拿着照片到处炫耀。结果司徒叔叔不干，死乞白咧的非要缠着吴老师合影，把吴老师惹火了，说以后再也不教我了。哎呀，这司徒怎么能办这么糊涂的事儿呢？你说你李叔叔啊，辛辛苦苦的，好不容易把这事儿给促成了，他这么一闹，这吴老师肯定多心呀。是呀，妈，那你说我学的正起劲呢，那现在怎么办呀？你先别着急啊，等找个机会，妈跟吴老师好好解释解释。他呢，那个是大家，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不教你的啊。要不然这两天你先跟哥哥。跟那个五一一，你们一块儿复习行吗？那也只能这样。嗯，我说妈，你说司徒叔叔也太不靠谱了。我觉得你和他结婚的事儿得慎重考虑。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真的。那司徒要是像李叔那样成熟稳重，我百分百顶他。妈知道你对李叔叔印象好，嗯，我就是觉得李叔人挺好的。妈，你呀就是被司徒叔叔给迷惑住了。非要看各种报纸，我就不给他全部搜回来了。他现在不是看两眼就不看了，我得给人还回去。他就折腾你吧。啊，哎，坐会儿吧，着啥急啊？来来，哎呀，坐一会儿聊会天呗。啊，坐坐坐坐。我跟你说啊，做全户啊，你得悠着点，别把劲一下给使完了。啊，没事，我不累，我能干得了，没关系。大哥，你是缺钱花吗？啊，不是，你怎么会这么觉得呢？那老头这么折腾你都能忍，换别人早不干了。再说看你穿戴的也不像当护工的，是遇到啥难事了吧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想着找份工作多赚点钱啊。拉倒吧，我见的人可多了，你根本就不像。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像？凭感觉呗。哎，就拿我自己来说，你看我穿的，一看就是干护工的。我老公是前些年进城打工死在工地上了，他没了，家里也就没有了钱的进账。后来雪灾又把庄稼给冻坏了，我就跟我老婆商量吧。这盖房子的钱总得还。后来我就进城打工了，这一进城啥都不会，只能给别人当保姆了。第一天干的还挺好，那主人还给我买了身新衣服呢。可是到后面我发现这城里人真的太事儿了，他拿放大镜在地上找我的毛病，说我没认真给他拖地。后来我一寻思，去他的，老娘才不伺候了呢，我就走了。再后来就像咱俩一样，我也是无意间听的一个姐妹说做护工挺好的。哎，后来发现做护工真的挺好的，赚钱也还可以，我就一直干了。那我跟你情况差不多。你老婆也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我也挺喜欢干护工这工作的啊，是蛮挣钱的啊，挺好啊。那你干护工，家里人知道吗？你老婆孩子呢？哦，
好，那我家里只有老娘一个人。大哥，你单身啊？啊，对。哦，你就没打算再找一个吗？哪那么容易的？这不是挑青菜萝卜到市场买菜。哎呀，这得看缘分。你看啊，咱们两个孤男寡女的，要不咱俩在一起凑合凑合过得了呗？哎，你别开玩笑吧？我没开玩笑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我这个人说话直啊，不会绕弯子的。我看出来了。怎么样？将就过呗。不是你，我送报纸去。来坐一会儿。怎么了？我过来想跟你说说吴知收老师的事儿。你说佳佳呀，跟他补课补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让你给搅黄了呢？哎呀，我觉得这事儿吧，也不能完全怪我。你说我在咱们本市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吧，对吧？你都看到了，你看我和这些人照的相，那个个都是明星大腕，那跟我是称兄道弟的。我只不过跟一个老师说，我给你合个影行不行啊？啊，吴老师，哎，他倒好，还把他牛的，哎呦喂，哎呀，这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干嘛这是啊？那你也不应该跟他闹僵啊！孩子学习现在是关键时候，你跟他闹僵了，对孩子有好处吗？我这佳佳回来之后，一直在赌气，都气哭了。真的？当然了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这个事儿呢，不是这么严重。丁姐啊，他不就是一个老师而已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大不了的话，我再花大价钱请个比他更好的，行不行？不是，可是你现在能马上请到像吴知州这样的老师吗？不是，那你的意思，想要把吴老师再请回来啊？啊？我有这想法，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为佳佳做的已经够多的了，就算是为了孩子好，你能不能放下面子，去找吴知州老师道个歉，把他请回来？啊？我觉得这有点太难为我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你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佳佳学习还重要的话，行，不去就不去吧，不难为你了。我先回去了。现在真是没辙。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吧，智商不低。你说这事儿让我给忘了，喂，你说我是不是情商有问题？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人无完人嘛，不能强求。再说了，这个吴知州啊，也真是个硬骨头，
你这回算是碰上对手了。是，我说怎么办？吴老师这边呢，我算是得罪了。那咱怎么整啊？这事儿，快帮我想想主意。其实我倒觉得吧，帮孩子高考不一定非要找这些名师，找那些更有考试经验的一些辅导老师，也许效果会更好。你说来听听。哎，大爷，先生。哎呀，我渴了，要喝水。哦。快点儿。哦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爱这个东西。好，那现在直接喝吧。大爷，明明是我你自己非要喝那么急，我刚才是你自己的，那是我的错了。哦，是我错了，行了吧，大爷？什么大爷？首长。是首长。吵什么呢？韩老头，你干啥呀？弄得整个楼道里都睡不好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再闹，我把你赶出去，你相信吗？哼，你有什么权利赶我呀？你又不是院长，你不就是个护工吗？你还真别瞧不起我当护工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变着花样欺负人的话，我动用医院所有的人把你赶出去，折腾你儿女。我们李宽都没说话呢，多管闲事。现在又你们李宽了，你不就是看人家宽哥老实吗？你就欺负人家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他桃子，快回去吧，这是我的错，跟老人没关系。哎呀，管他毛病了你！快走！啊！哎呀，行。大爷，好吧，首长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了，好吧？咱是用吸管吧，因为那样喝确实容易洒，对吧？这样他避免这个受这个罪，好吧？咱用吸管先喝点，回头我让护士给你换新的一会儿。就忘了世界多么现实。
可谁不是